海相约，梦圆民大。在辽宁省辽东半岛南端，坐落着一座散发着森林与大海气息的蔚蓝港湾，这就是黄渤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大连。大连是一座融合着异国风情的城市，是一座风光旖旎、令人心旷神怡的城市，是一座热情浪漫的城市，是一座绿色宜居的城市。时尚简约的现代气息与健康快乐的都市生活，演绎着大连的时尚与浪漫。在这样一座时尚之城、魅力之都，坐落着一所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山海相拥，繁花似锦，洋溢着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它就是国家唯一设在东北和沿海开放地区，以工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民族高等学校——大连民族大学。初识民大。学校隶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是辽宁省五所部委属院校之一，是国家民委与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大连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拥有开发区和金石滩两个校区，并在双地港设有大学生综合实训基地，一个坐落在富有创新活力的国家级新区，一个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学校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招生，本科招生类型包括艺术类、国家专项计划、本科一批次、本科二批次、新疆高中班、西藏内地班、港澳台侨、少数民族预科班。学校设有19个教学科研单位，本科专业52个，涵盖工、理、经、管、文、法、艺7大学科门类，硕士授权点2个，硕士研究生培养点20个。学校56族学子齐聚校园，现有在校本科生17000余人，研究生360名。学校现有教职工1264人，博士学位教师占50%，硕士以上学位教师占88.73%，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占50.84%，90%以上的专任教师曾担任班导师工作，班导师队伍建设经验多次得到教育部、国家民委及辽宁省的示范推广。学校以科学发展、提高质量为主线，坚持质量立校、科技兴校、人才强校和国际化发展战略，建成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8个，拥有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7个，省部级重点学科9个，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省部级重点人文研究基地3个，同时获批国家民委创新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基地。学校52个专业中，共有40个专业参加了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其中4个专业排名第一，6个专业排名第二，近80%的专业排名居全省前50%。3个专业入选辽宁省本科优势特色百强专业，先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2等奖2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成果3等奖1项，辽宁省教学成果奖18项，获批全国首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学校、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学校。学校已经成为工科和应用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筑梦民大。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民族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
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学校坚持高等教育一般规律和民族教育特殊规律相统一，坚持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相统一，立德树人，育人为本，人才培养取得了明显成效。学生年均获得国家和省级大创项目100余项，省级以上奖励500余项，获得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励人数超过2000人次，每年申报国家专利200多项，在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微软创新杯全球大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机器人大赛等国际国内赛事中均曾取得最高级别奖项，累计获得包括德国红点概念奖、 IF 概念奖、 IDEA 设计奖及美国苹果设计大奖等在内的16项国际设计领域顶级奖项，是国内第一所囊括国际设计界三大顶级奖项的高校。学校积极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拓展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已与22个国家和地区的117所高校或教育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覆盖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学校累计培养各类毕业生4万多人，学生就业率始终在90%以上。学校连续9年获得辽宁省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首批50所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青春民大。如今的大连民族大学，民族大家庭和睦温馨，56族学子团结友爱，携手成长。这里团结自强、求是进步的校训带给人深邃的启迪，青春、阳光、自信、友爱无处不在。由大学生组成的青年志愿者协会、创新协会、国旗护卫队、大学生艺术团、景和书画协会等各类学生社团近100个，成员近万人，是各族学子施展才华、锻炼能力的重要载体。学校每年举办设计节、民族食品美食节、民族歌舞大赛、民族民俗风情展示等活动，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学校师生走出校园，走进中小学，走进乡镇、社区、街道、部队，民族团结之花在山海田园盛开绽放。学校先后2次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获得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是全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高校。暖心民大，把爱和温暖送到每一名学生心中，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始终是学校坚守的信条。学校专门设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拥有种类丰富、覆盖率高的多种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补助等，每年总额达2000余万元。精准的资助、贴心的服务，让学校荣获全国首批学生资助工作先进集体。基础设施齐全的校园，为广大学子提供了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现代化图书馆拥有藏书161万册，太阳鸟学术报告厅、大学生活动中心可举办各类大型学术活动和文艺演出活动。此外，还有承办过国家级比赛的体育场馆，可供师生锻炼的健身房，各类大小球场。住宿条件优越的学生寝室是采光充足、冬暖夏凉的4人间，拥有崭新的上床下桌和独立衣柜，嵌入式教育管理格局，各民族混合寝居，让你走遍四海都有各民族朋友。学校开办了各地特色风味窗口，
提供各类民族美食，并在两校区开办了清真餐厅，以满足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学子的饮食习惯。学校后勤服务管理工作不仅多次受到国家民委、省市级表彰，在大连地区高校中也拥有良好的口碑。苍穹远鲁，星月穿空，建校三十余年，朝气蓬勃的大连民族大学迎着新世纪的霞光，抓住时代发展的契机，定会为国家民族教育事业，为民族复兴再铸新的辉煌。大连民族大学全体师生欢迎全国各族考生报考我校。欢迎全国各族考生报考大连民族大学。我叫郑军。我叫李金。林大欢迎你。大连民族대학이여러분을환영합니다。大连그룹할머니大连民族模佛总短行短当浪大连我大连你们是的是的卡萨拉的大连亚米高明亚锦托黑白鼻孔大连民族大连我们是的是的你可是卡萨拉的明大欢迎您大连的我们是的是我怕你白日弄好的卷明大欢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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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大连民族大学我爱大连民族大学我爱大连民族大学明大欢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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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民大等你我们在民大等你